看你的手指头，你不要看鼻子地方。对。小小的手紧握着刀子，小心翼翼切着高丽菜。旁边的志工阿公阿嬷看起来比小朋友还要紧张。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响应蓄食计划，和顶埔国小三年四班的小朋友们一起高丽菜干 DIY， 将煮不完的高丽菜透过调味腌制，增加保存期限，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能懂得爱食食物。这次协会想说，小朋友好像都没有做过这个高丽菜干，所以想说让小朋友来试试看。那今天来到这个协会这边，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，那我们晒完的这个高丽菜干要怎么处理，那怎么把它变成菜肴，就叫我们先把菜剥一剥，剥完了再切一切，我们切好的时候就一起全部都放在一起炒，结果炒出来很香又很好吃。看着小朋友大口吃着热腾腾的高丽菜，志工阿公阿嬷脸上满是笑容。张正达与张美玉是协会里的黄金志工，本身都已经是退休在家的银发长者，但透过市府的志工银行计划，继续奉献丰富的人生经验，展现不老的黄金力量。很好啊，我们常常互动嘛，我们有以前有做过什么萝卜糕啦、葱油饼，还有松饼啊，什么我们都有教小朋友来做。在家里没人啊，上班的上班，出来做事情，上面都出去了。我们孤单一个人也是不走出来，反而更不好。能够走出来是最好，把身心拿出来对外，最好是能够是这样。助长自己的身心快乐，施比受更有福。透过志工服务，让阿公阿嬷也能走出户外，发挥能力贡献社会，在帮助他人同时，也能绽放人生的第二春。谢谢。中央新闻吴亮贤土城报道。